玩乐三分钟。哎，哇！哇，好漂亮的蝴蝶呀！喷洒车，要专心看路啊。OK。不好，前方有一块大石头。装载车，快去救他 ！Let's go！ 一、二、三，跳！装载车射出轮子，想把喷洒车拉上来。可是装载车够不着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办法行不通。哦，对了，喷洒车，你别怕，我去找挖掘机帮忙。嗯。挖掘机，我需要帮助。嗯。好的，装载车，快带我去吧。Okay, go!